哇！今日好新鮮啊！呢、這、一個景，聽唔聽到我哋講嘢啊？因為呢、這、一個啊錄音室就比較少用啲嘅，我幾中意呢度噶，即係小巧精靈啊嘛呢度。同埋我哋今日三個人就啱啱好啦，喺呢一間房嚇。咁喺我哋直播室裏面咧，呢個錄音室應該係今日錄音嘅。我哋錄音室裏面咧就有啊的 Sir 同埋阿毛。大家好，大家好。係啦，咁啊，你兩位係第一次見面嘅就話碰面喎，係嘛？係。喺今日呢一個嚇，由於呢個緣啦。好啦，咁喺呢個類似呢個叫做新聞報導型。色的台你喜意坐沙發多一點還是坐這個新聞台多一點呢可能因為我以前都是做開網台慣了是這樣的 setting 是我慣一點對著 control board 不過音樂要細聲一點我突然間聽不到我自己說話不好意思麻煩是啦咁啊，我哋咧就多谢阿迪 Sir 啦，之前咧又带咗好多即系秘闻俾我哋啦，譬如关于葵涌警察宿舍嗰单案啦，即系好多奇案迷都喺度，即系不断都有间唔中提下，即系话呢一单咧系佢哋听过咧最恐怖同埋最惊心动魄嘅一宗案件啊，咁啊加上咧就有好多灵异嘅嘢啦，咁你后屘仲同我讲翻话，原来咧你又走去问翻。你那個 friend 以前咧就直情係住喺嗰個宿舍嘅空案單位嘅樓下咁啊，係啊係啊，嚇就話佢全家咧都係陰陽眼喎，原來嚇，即係呢度講少少啦，可能有啲朋友未必知啦，就係話喺呢個葵涌警察宿舍咧嘅即係 B 座啦嚇，五樓咧就喺1980年代嘅時候就發生過一單咧非常之恐怖嘅即係四屍命案，咁啊一家四口咧就俾人屠殺嘅。咁然之後咧就話喺佢哋被發現之前嗰晚咧，原來阿迪 Sir 咧就有個警員嘅朋友咧就住喺四樓嘅，即係啱啱下一層嘅。咁原來嗰晚咧佢哋就已經係即係 feel 到定係睇到啊，我唔知啦嚇。就有一啲靈體，有四個靈體係嚟佢屋企揾佢哋嘅。係啊係啊，其實係見到定 feel 到咧？直情見到㗎，佢哋去到佢屋企嗰度咧，向佢求助啊，求助咧，即係見到四個人㗎啦，要求佢幫忙啊。但係佢哋其實係識佢哋㗎嘛，因為佢樓上樓下係咪都認到佢哋個樣？唔係，成件事最主要就係嗰個男户主唔喺度，只係佢太太見到，佢太太都唔知點好，就叫咗佢哋走。咁第二日就成件案件嘢已經被揭發。喂，咁其實阿太太係咪認得佢哋啊？是認得的，知道他們知道樓上樓下的、但當時那位太太其實知不知道他們是靈體，因為覺得他們是人來的，知道的，他們即是他本身即是他分到的、他都是學道之人，他自己本身有陰陽眼就直接眼見到的、但我很不明白為什麼他不會上去家裡看看發生什麼事呢，有點奇怪、可能那個女戶主本身自己都不知道怎樣做好、就是叫他們走了先。他收到而已，不代表他懂得怎樣去處理這些事情。是是 我想他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好奇心、為什麼他們兩個即四個人一家四口變成靈體了，會想想、他們會不會出了事呢，樣換了花家姐，我想你會我想我立刻搬走了我立刻搬走了。跟住你說他們的小朋友都是有陰陽眼的，我全家是不是遺傳的陰陽眼，真的全家都有的、兩個小朋友就說在個 lift 裡面就直情係見到嗰兩個過身嘅小朋友咧嘅靈體成日出現啊嘛，係啊係啊，係點樣啊？佢哋見到啲乜啊？直情見到佢哋喺度喺 lift 度玩嘅，即係變咗事後其實一直都仲有係街坊係一路會見到呢啲靈體，即係佢哋係未走到嘅，變咗地薄靈噶啦，地薄靈，但係起碼都見佢哋話，如果開心喺度玩咁。都係即係會唔會係都係開心咧個心情，唔係話好痛苦咁咧？但應該唔會很痛苦啦，因為佢本身佢係可能係走唔到啊，走唔到佢仲喺仲喺度附近徘徊，咁啲人咧。即係搭 lift 嗰啲咪驚咯，可能佢哋以為自己仲喺人間都唔頂噶喎，係啊，係咯，小朋友啦，照玩波啊，乜嘢都唔知喎，可能用我哋越講好似好越靈，梗係潘少聰呢間房啊嘛，梗係講呢啲噶啦，嚇咁咧就好啦，我哋喺我哋開呢個今日呢一個奇案之前咧，都回應下啦，因為有啲朋友咧而家唔係點歌係點案啊，有個叫 Simon 嘅朋友咧就喺我 Facebook 嗰度咧就話，喂，你哋快啲講1978年有一宗皮夾藏屍案，有冇聽過嗰單？
其實皮劫藏屍案我隱約都有兩三單，有兩三單添，即刻帶翻嚟。好，咁我揾日一定會講。不過咧，即係唔係話唔講，有時有，因為都想睇下有冇啲譬如啱嘅嘉賓啊，譬如佢真係咁啱有參與過嗰單案，梗係最好啦。好似今日呢一單案咧，就阿迪 Sir 雖然冇直接去處理，但係咧亦都有啲。friend 嚇，即係啲同袍，以前咧啲同袍啦，就直情係參與呢一單案嘅。不過個同袍就唔係好方便啊喺度講啦嚇，因為有時都有一啲束縛嘅。咁但係阿迪 Sir 咧就可以嚇代講係嘛？我代佢哋啦，即係用你把口就講翻佢哋一啲嘅回憶啊等等啦出嚟啦。咁啊，俾個 promo 大家望一望今日呢一單案係咩案先？龍鼓灘相思案。龍鼓灘相思案咧，我成日咧會撈亂咗龍虎山相思案。嗰個名好似又爭得遠少少啊！咩啊？又係龍又係相思喎。咁但係呢個龍虎山當然啦，佢其實就好早期嘅七十年代噶啦。嗰時阿迪 Sir 都未當差啦。七十年代尾就當咗差啦，尾就當咗差，頭就未。係。呢一單就好耐咯，佢就已經係睇下先嚇，應該七零年未啊，未當差，係啊，七零年老過我啊，梗係啦，你都未出世啦，你未出真係未出世，係我七一年，我都未七零年嘅時候咧，咁啊龍虎山就話有一對情侶啦，嗰時都即係大學生啊、大專生嗰啲，咁佢哋就喺上面喺山上面就話慶祝生日咁噶嘛，咁啊俾即係啲精神病患者咧咁就殺害。咁而我哋今日講呢個龍鼓灘相思案咧，就發生喺龍虎山嘅17年後啦，1987年嘅。咁1987年嘅時候咧，咁就有另外兩名嘅即係死者啦，就遇害啦，喺呢個龍鼓灘啦。不過個劇情咧同龍虎山相思案咧就極度唔同嘅。咁啊，究竟一開始嘅時候係點樣發現呢一單案嘅咧？咁我哋而家聽一聽個開始先。1987年11月17日星期二凌晨1点左右，两名揸住电单车巡逻的警员驶经屯门龙鼓滩的时候，有些不寻常的发现。喂，你看下那边，是的，为什么有架的士在沙滩上面的？不如过去看看。行近点一看，他们发现原来有架的士的后轮捉住在沙里面，但的士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车门仲系反锁，用手电筒一照，仲吓咗佢哋一跳。哇，乜咁多血嘅？总台，龙鼓滩上面发现一部可疑的士，车上有大量血迹，唔该查下系咪塞车，同埋之前有冇交通意外喺附近发生。呢两名警员喺渺无人影嘅沙滩上面。守住呢一部神秘嘅的士，深夜阵阵寒风吹过佢哋面上面，特别带嚟一种心寒嘅感觉。原来最初嘅时候咧，系见到有个的士喺个沙滩度嘅。首先呢一个情景又真系几特别，我咁大个女我都未见过有个的士喺个沙滩上面吓，系有时见到有啲会唔会阿毛有冇见过咧？我想香港比較少會見到人將架車鏟落去沙灘嘅，係，仲係半夜三更嘅，因為香港大部分人買嘅車揸車，即係講，尤其是嗰陣時啦嚇，未係咁多 SUV 噶嘛，嗯，咁即係仲要係一架的士，即係個設計根本就唔係俾你攞嚟行 off road 啊，嗯，你鏟落啲沙度真係食死嘅架車，係上唔翻嚟嘅，係，咁仲要係半夜三更凌晨嘅時候，無端端有架的士咧喺依個龍鼓灘嗰度出現，真係幾咁鬼味嘅呢件事，奇奇怪怪啊，完全係。不過我就其實去龍鼓灘燒嘢食就要。好久之前試過一次啦，咁啊去親嗰度咧，我都即係去嗰次去嗰度嘅時候咧，我都諗起呢一單案，但我而家唔記得咗個地理位置啦。咁啊今日都揾個奇樂迷幫我咧，就做咗個地圖睇一睇啦，11个章我哋望一望啦。咁就睇翻龍鼓灘嗰個位置喺邊先。阿迪 Sir 應該比較熟喎，你哋嗰陣時就係都係守喺個附近嗰度，即係巡邏啊，係咪啊？哦，如果計嗰年咧，我就喺新界重案組，咁啊變咗總區重案組裏邊咧，就包唔曬所有啲地方嘅。嗰時仲未分嗰啲南北啊區啊咁樣。未嘅，未嘅，去到97咁上下先至開始分新界南同埋新界北咁樣。係，咁呢個龍鼓灘其實喺邊嘅咧？如果講
講下呢個地理位置。應該係屯門嗰個位置啦。你有冇去嗰度燒嘢食啊？去過附近釣魚啊！嗰度有個煤灰湖嗰度咧。煤灰湖啊？係啊，嗰度即係中電嗰度咧，整咗啲用煤嚟發電嘅。哦。咁好多煤喺度咧，變咗就整咗好似個湖咁樣啊。哦，你喺附近釣魚啊？嗰度。係啊。嚇！嗰度好多魚釣咩？有㗎，有㗎。係咩？咁龍鼓灘就冇直接去過啦。都冇去過。嗯，阿毛有冇去過啊？冇。冇去過。咁嗰度其實我就係。覺得係好似有一個燒烤嘅場嘅，如果我冇記錯，我好耐之前我睇過一啲背景資料啦嚇。嗯，其實龍鼓灘係一個旅遊熱點嚟嘅。嗯，好靚嘅嗰啲景係嘛？同埋主打都係燒嘢食嘅。主打都係燒嘢食。我哋望一望第二、第三張相啊，睇一睇龍鼓灘嗰啲風景啊，喺網度抄到啦。咁你睇下，即係都係一個幾靚嘅沙灘啦，叫做。咁有啲龍友好中意去嗰度影相啊嘛。咁啊，阿毛你都係龍友嚟噶嘛？你冇去呢一度諗住去呢度影咩？做完今次資料搜集，我想我會 plan 一 plan 去。有興趣啊，帶啲學生過去影下相。咁啊，講翻好啦，喺呢個頭先提到啦，就八七年啦嚇，八七年咁數一數手指都成27年前啦。咁啊，十一月其實都好寒下噶咯嚇，仲要喺個沙灘附近，肯定係涼風霎霎咁噶啦。咁啊，仲要係半夜三更咁樣，咁嗰兩位警員咧就無端端俾佢哋咧就見到呢一架的士啦。咁啊，阿迪 Sir， 你識嗰個 friend 就唔係依兩位巡邏。啊，唔係，佢事後接咗個 call， 負責呢件案件嘅調查工作。調查工作，咁誒，即係你個 friend 就係收到呢兩個警員去報上嚟，係咪咁啊？初步佢個警員揸架電單車巡邏嘅，嗰度因為好偏僻嘅，要電單車先去到，行必嘅警員咧未必去到。嗯，咁佢見到咁異於常情嘅。點解有架的士喺個沙灘度又冇人？咁佢好小心咁檢查個車。咁我都喺呢度都讚讚嗰兩位警員啦。咁佢本身咧就好細心咁睇到有個血跡唔係好多啫，有少少血跡，俾佢揾得到。咁喺附近又唔見到有負責呢架車嘅人士。於是乎佢就通知個環頭嘅值日官啦。咁啊值日官見到咁嘅情況，佢又唔可以通知 CID， 即係變咗佢覺得。即係衡量唔到係一宗咩案件。即係你個 friend， 你個 friend 係咪就係嗰個值日官啊？唔係，又唔係，係邊一個角色啊？佢係。啊，值日官咧就係每個環頭報案室嗰個主管啊。係啊。啊，咁啊，有人報案咧，就佢喺嗰度咧叫一般叫坐堂嘅。係。咁樣佢覺得呢單案件暫時未可以定到係咩案。係。咁啊，都唔知要知會邊個。咁啊，唯有叫嗰個警員喂。你睇住先，睇下一陣間會唔會有人嚟攞車，然後你再作一個調查啦咁樣。咁你個 friend 即係邊個咧？係邊個角色啊？我 friend 咧就到後期揭發咗件案件之後咧，佢就負責接手處理嘅。哦，係後期就接觸，即係初頭就唔關佢事嘅。初頭冇嘅，唔係因為初我諗個情況係初頭去到呢一個位置咧，坐堂嗰個根本就冇辦法去。斷定呢一單案係同係咪同人命有關？係因為有血，唔係嗰少少血，你知幾多血？可能係撞咗只狗咁。係佢撞咗只狗咁，咁唔同或者撞到啱啱撞咗個越事嘅有越事嘅女士咧，呢個好多原因可以產生好多原因㗎嘛。係啦，咁即係可能嗰血跡咧又唔係好誇張啦，我相信。啊，唔係佢表面曾經係抹過，所以咧就唔多嘅少少血跡，但係加埋你架車咁詭異咁放咗喺沙灘度咧。就令到個警員起疑心，咁呢個係好正常。呢個警員亦都好精明，即係嗰陣時只可以起疑心，同埋喺度等等睇下咧呢一個車主咧幾時會出現嚇，其他嘢就唔知做咩好啦，可以嚇。咁但係咧，即係我啊想問下啦，求證下，因為睇啲資料咧就話嗰架車咧四個轆都絕住曬喺嗰個海灘嗰度，咁但係我聽阿迪 Sir 講話唔係咁誇張係嘛？佢唔係㗎，佢其實架車佢去到咧，佢刻意想洗下架車嘅，所以咧佢就褪後入咧，嗰個只係得一個後轆係俾嗰啲沙絕住嘅啫。一個後轆即係跌咗落去個轆。係啦，嗰個轆咧，佢曾經係試圖開車咧，開唔到，所以形成一個坑喺度嘅。即係幻想到有一個人就可能係，因為我諗架車應該係濕曬嘅啦。係啊，因為有啲海水好似有人想喺度用啲海水嚟洗車，跟住咧又試圖係想開車，但係又開唔到，皆因咧個後轆就凹咗落去咁樣嘅情景。咁就嗰陣時其實都係估下啦，究竟即係咩事咧都唔知嘅。咁啊兩個警員都幾慘喎，咁啊通宵要喺度留守喎。嚇咁啊！據阿迪 Sir 問到翻嚟嘅資料咧，就其實係等到大概四五點。係啊，佢凌晨四點幾，跟住咧就
嗰個車嗰、那個司機咧就帶埋個拖車嘅人咧嚟試圖將個車拖走。係。咁啊，留守嘅警員咧就即刻上前同佢調查啦。係。咁就見到有個人嚇、啊，有個拖車嚟到，咁依、這個人咧就原來就係呢個車嘅司機嚟嘅，係啊係啊，咁、啊、當然啦，警員就即刻要係咪首先要問佢攞身份證先咧，係睇一睇個身份證啦，證實身份。其實嗰陣時佢哋都係攞咗身份證之後咧 ，mark 低佢啲資料，係咪會即刻 call 台咁睇下呢個人係咪可以咁？都會嘅，一般個程序我哋如果喺啲咁嘅現場裏邊咧，在場嘅人士咧，基本上我哋都要了解佢嘅背景，有冇案底啊？睇有冇通緝啊？係有冇通緝？睇有冇通緝啊？案底我哋唔會。check 嘅，咁啊試圖睇下佢本身嘅有冇犯過案，係咪通緝犯？哦，即刻可以 check 到佢有冇犯過案，即刻可以知噶。嗯，一撳個電腦就即刻。係啊，同埋可以證實到個身份。八七年有啊，有噶啦，有都有曬呢啲系統噶啦。有check 佢個身份證係有嘅。嗯，即係即刻可以 check 到撳電腦啊！嗰時用電腦啦，已經係差館。係依唔係佢check 電腦嘅，我哋差館咧就未必有人用電腦。係咯，嗰時八幾年八幾年仲未仲，我諗行緊四八六或者係可能行緊更之前、啊、更之前嗰啲，咁咧就我哋有個系統係可以 check 得到呢個人有冇被通緝嘅。咁係咪好快可以 check 到咧？我想問。係即刻知嘅，即刻知。我哋 call 台上就知。我哋 call 台上面咧，亦都係好先進嘅當時。嗯，咁 check 唔 check 到呢個人曾經係做過警員嘅咧？我想知。check 唔到嘅，check 唔到。其他嘅資料係第一佢唔會俾普通嘅巡邏警員咧去 check 到咁深入嘅資料。嗯，最主要呢個人係冇被通緝，就算你放佢走嘅時候都冇問題嘅、哦。嗯，即係首要條件就唔係通緝犯先。係啦。嚇，點解問你係咪即係 check 到係咪警員啦？因為事後發現原來呢個的士司機咧曾經係即係做過警，曾經係警員，曾經係警員嚟嘅喎嚇。ex 警員嚟嘅，係咯。咁啊，當時咧呢個人咧就要即係見到，我諗佢見到有警員喺度，即係及住佢嘅車咧，都騰一騰啦嚇。咁啊嚟到嘅時候，咁點解會騰一騰咧？如果你係即係冇做過咩，係啦，光明正大都唔使驚嘅，係咪？有差人嚟仲好咯，可以幫手啊嘛，係咪先？係啊，我頭先撞咗只雞啊，所以我洗車啊。但係問題你話佢佢哋等到四點幾啦，係。咁呢個男人佢拖車四點幾嚟到呢個海灘。啊，邊度揾架拖車嘅咧？咁夜，夜其實都有嘅、哦，都有的，都有嘅，呢啲會有的。如果你遇到嗰啲交通意外，你打上電台咧，佢係可以即刻安排到架拖車俾你，又、係有24小時的服務的。即刻揾拖車公司，呢啲係俾錢就有嘅服務嚟。O K， 廿四小時嘅，揸車就知噶啦，即係廿四小時。唔係㗎，你喺街邊截停個警察，你話我想揾拖車，咁佢會啊，佢都有幫你安排，但係你自己俾錢。係啊，咁似乎呢個人啊，當時就自救啦，冇揾警察嘅，佢就自己去揾架拖車翻嚟咧，就解決件事嘅。佢自己本身係的士司機嚟嘅，係咯，揾的士司機實有呢啲窿路嘅。但係當時佢嘅解釋係點咧？即係解釋佢嘅車點解會有血，同埋點解會喺呢個沙灘上面咧，即係所謂拋咗鈕嘅咧？阿毛，不如講下佢點解釋咧？當時佢最初嘅解釋係話，就係特登留翻我講係咪咧？佢咁樣講嘅嗱，佢咧就話因為咧佢之前咧就係喺呢一個一個酒樓，喺一個元朗一間酒樓嗰度咧，佢咧就接咗一個乘客。咁呢個男乘客咧，佢話佢當時咧就係滿身鮮血嘅嚇，唔知係咪俾人哋？俾人哋咧就打啊，定系點啦？定係遇劫定係乜嘢啦？咁啊就上咗佢嘅車啦。咁然之後咧，佢呢個乘客咧就落咗車嚇。咁跟住咧，佢因為佢走咗啦嘛，但係佢嘅車有好多血喎，咁點搞咧？於是乎咧，佢就將自己嘅車咧就車咗去呢一個龍鼓灘嗰度咧，就企圖咧用啲海水咧去洗車。唔係呢個係有啲匪夷所思嘅。啊，淨係呢一個版本都好難接受，我覺得都。唔係佢，因為點解會攞海水嚟洗車？唔係呢個好奇怪，因為正常嘅人都知攞海水洗完之後，你架車可以唔使要噶。係啦，咁但係其實如果阿迪 Sir 你當時係呢個場景咧，咁你聽到佢咁嘅版本，你會覺得點咧？你自己咁啊，梗係接受唔到啦。如果你要洗車，佢的士好知道附近邊度有公廁嘅。一洗埋公廁，你咪攞桶水出嚟慢慢抹咯。你冇可能喺個沙灘度喺度用海水，係啊，呢個海水洗，即係真係唔使要。唔係佢仲要係鏟落堆沙度。
嗱係我衰啊，因為咧我之前咧俾漏咗幾頁資料啊，阿毛啊，跟住仲要喺度考人哋咧，咁我而家道歉先啊。咁咧其實咧當時咧講翻清楚少少啦。咁因為咧其實呢一個警員咧就聽到嗰個男的士司機啦，就係講我頭先講個版本啦。咁呢個的士司機仲話自己咧原來係住喺屯門嘅呢一個蝴蝶村嗰度嘅。咁佢仲話咧，將呢一個受傷嘅男乘客送咗去邊咧？就送咗去博愛醫院嗰度嘅。咁同埋咧，佢就話佢回程嗰時咧係行呢個青山公路啊。咁啊，佢嘅答案都相當之圓滿喎，詳細。阿迪 Sir， 如果你即係問一個咁嘅人嚇，佢答到你咁詳細又咁即係全部嘢好似好合理嘅話，你又會唔會懷疑佢咧？都會的，其實他所講的嘢咧，佢可能當過差咧，佢知道如果遇到警察問咧，我諗定一個故事，答得太過完美啦，太過完美啦。通常你呢啲實有破綻嘅，你遇到我哋啲精明嘅警員，你一問你就知道，你車咗去到醫院門口，我哋有曬記錄噶嘛，有個傷者送到嚟醫院，我哋實 check 噶嘛，咁佢即係佢諗得表面唔夠深入啦，咁啊呢個。交個答案咧，我哋係接受唔到嘅。係，佢就係話佢十二點嗰陣時候咧，就送呢個人去醫院嘅。咁啊十二點幾，咁但係當時咧巡警見到呢架車嘅時候咧，就一點鐘。係。咁啊到呢個男人嚟到嘅時候就四點鐘。係。好啦，咁都有三個鐘頭喎。如果一點鐘，即係嗱，如果十二點送咗嗰個人去某個地方，再翻嚟龍鼓灘洗車，咁可能都係當你一點前啦。咁佢都要幾個鐘頭先揾到嗰個拖車嚟喎。咁你冇辦法，唔算耐係嘛？你要行出去咁啊，佢冇咗架車咁啊，嗰度偏僻㗎嘛。你明白嗰陣時未有呢個手提電話啊？係咁又係。嗱嗰陣時手提電話係水壺嚟㗎嘛。唔係個個有嘅，咁所以難 call 到這個吊雞車唔出停嘅。OK， 咁好啦，我就講翻啦嚇，再講清楚啦。咁佢其實當時咧就都有啲口窒窒咁嘅，咁啊警員咧都即係對佢咧開始咧就啲生疑啊，同埋即係警員有啲直覺嘅，即係有時嗰陣咧係咪講大話咧，係咪都幾容易 feel 到嘅咧？從佢眼神嗰度。係啊，都會睇到啲嘅。係咪啊？準唔準確嘅咧？通常他講緊大話咧，對眼係唔會望你嘅，即係兩頭望啊咁樣變咗咧，其實大家都睇得到少少嘅。咁嗰時警員咧亦都即係戳佢幾戳啦，就話：喂，唔係喎，你既然係住喺蝴蝶村，咁點解你唔去蝴蝶村嗰度，即係揾嗰啲停車場啊，嗰啲即係洗車嘅地方啊，去洗車咧？點解你要咁遠嚟到呢個龍鼓灘咧？我哋俾翻嗰張 map 大家睇下，十一個章，睇下嗰個有幾遠咧。因為我實在唔係住喺屯門嘅，我就真係唔係好知係下面嗰度係咪啊？遮住咗，不過咧就係喺南少少嘅位置啦，嗰度就係蝴蝶村嚟嘅。咁佢就係住喺蝴蝶村嘅自己。咁佢咧就所以就覺得奇怪咯。哦，點解你到到唔去，係要嚟到咁偏遠嘅呢個龍鼓灘咧，揾啲水嚟洗車咧？咁啊，有少少可疑啦，有少少唔係好合情理啦。當件事一唔合情理嘅時候咧，咁警員梗係會有啲懷疑啦嚇。咁啊，於是乎咧就要咧將佢咧就係帶去呢一個警署喎，呢個青山警署係啦。咁青山警署又喺邊個位置啊？如果距離龍鼓灘有幾遠？其實青山警署咪就喺我哋青山醫院附近嗰度。青山醫院附近，即係差唔多去到。即係屬於屯門區裏面啦，去到嗰個大興村嗰度附近嘅。哦，大興村嗰度。咁啊，住屯門嘅朋友就會知噶啦。如果唔係住嗰度咧，如果我講錯少少，大家俾啲提示。唔緊要，你都未，其實你未住過屯門噶嘛，都係嘛？屯門都未住過㗎。好啊。咁嗱，其實咧當時咧就將佢咧帶咗去青山警署啦，跟住咧就會再。問得仔細啲啦，但我睇翻啲資料咧，就話當時直接咧帶咗佢去重案組嘅辦公室，咁快就帶去重案組，係咪已經懷疑咧？有啲即係可疑咧，覺得佢唔係因為一啲重案可能有關咧。成件事就係我哋揾到嗰袋衣，嗰袋血衣啊，即係喺拖車期間咧，咁問到佢口窒窒，再懷疑嘅時候咧，再去問呢、這個拖車嗰個人。即係睇佢個拖車嘅情況，但係個拖車嗰個人咧就交咗袋血衣，即係個袋裏邊一攞出嚟咧。嗰袋血衣你意思係話呢一個司機本身有袋血衣喺個車度？冇錯啦，佢本身係翻去諗清楚點樣做，然後換埋衫，佢又奇怪。咁佢袋衫點解唔掉咗佢啊？佢又唔捨得抌，
就帶埋個血衣喺身度，係啦，一齊去租個拖車。呢、這個賊都幾笨賊嘅喎，真係。真係好笨。咁你意思話佢留咗袋衫喺個拖車度啊？拖車上面啦，定係還是佢帶住喺身，跟住俾警員搜到咧？唔係，佢當時係冇。是有帶起身，但就放咗喺個拖車個個車頭嗰度。成袋衫。咁佢落車就冇攞，係啊，佢有個袋袋住嘅。呢啲咪叫做天網恢恢咯，真係又係，即係點可能會咁樣擺低㗎？話俾我，如果咁樣殺咗人，成身都係血，啲衫除咗嘅，我即刻揾地方燒咗佢啦，係咪先？仲帶喺個身度。唔係，所以花家姐你唔好犯法啦，即係你去犯罪嘅話咧，難揾到你。雖然個個都認識你，但我將所有焦點擺咗喺個衫嗰度嘅時候咧，可能對鞋咧又唔知漏咗去邊，你明唔明啊？即係呢一樣嘢做賊嘅嘢咧，真係唔係人人都有咁嘅，即係我叫做本事啦。因為你其實咧真係幾容易漏招嘅，你個心咧又緊張啦，係咪先？所以咧就千祈唔好犯法咯。講到尾都係啊，咁咧就呢一個人咧就當時咧就俾人帶咗去呢個青山警署嗰個嘅重案室啦嗰度啦去調查啦。咁但係當時咧其實我後屘問翻阿迪 Sir 咧就話呢單案最初係咪話可能係即係由你哋接手嘅，但後屘又冇係嘛？係因為始終一宗案件咁嚴重，涉及兩條人命咧，咁理論上咧就會俾我哋預咗接㗎啦。我哋已經去到同佢嗰邊傾，即係會接呢單 case， 但係佢嗰邊可能認為個疑犯已經係認罪啦，咁又冇。即係冇咩再要擴展嘅調查，咁變咗咧，我哋就冇接到單 case， 由佢青山警署自己安排啲人手，咁理論上係俾我哋，因為我哋個資源咧就大啲，人手多啲，咁查起上嚟咧就會快速啲啊。關唔關爭公事咧？都會有多少嘅，因為佢既然已經疑犯認罪啦，承擔 case， 迅速破案係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道。譬如我哋有睇電影、睇電視都係啦。喂，當一破案拉到個疑兇咧，佢就一個定鏡，咁咪完咗噶啦。其實拉到人之後，我哋先至最緊張嘅時間就係嗰度，因為你要攞曬好短時間要攞曬啲證據證明佢有罪，然後可以查佢上 court， 直至到押後，我哋再搶個時間嚟調查。咁變咗咧，你如果人手多咧，做得冇咁辛苦咯。48小時嘅啫嘛。是不是？如果講扣留的48呢，仲是更加緊張，你要即刻在這段時間去證明他證明他有罪，初步要找到證據證明他有罪，在那段時間是都很緊迫的，你如果人手多可以四方八面去找尋這個證據嘛。不過在那一刻呢，其實都只是暫時找到的車有血跡啦，少量血跡，還有就說找到他有一袋血衣跟身是這麼多啦，就已經是即已經很有可疑了，是不是？覺得應該值得去即由重案組去接手了。但是據聞說那個車呢，你們後來即是警員去深入去看的時候呢，發現不是少量血跡。是啊，事後我們會找些化驗師呢去把車呢重新檢查的時候呢，就已經發覺有大量的血跡，可能他殺的時候在車上呢流的血實在太多，在那些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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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即是想抹啲血跡呢，找啲譬如当找海水冲啦，咁样或者要再找嘢抹啦，咁都唔係一時三間嘅事，都幾耐嘅喎，都因為你要清理得好乾淨先夠膽行開噶嘛，始終都有機會有人睇到噶嘛。但又唔係喎，因為你話警員一肉眼望都望到有血啦嘛。係啊，咁佢又唔驚嘅，即係佢又會覺得係冇人睇到依架車嘅。我諗當時因為個環境太黑，啊、你諗龍鼓灘如果半夜三更，你街燈都冇噶嘛，咁黑架車鏟到去嗰個位嚟抹。即係我唔覺得佢會睇得好清楚咯。係，即係可能佢哋用電筒照嘅時候就覺得好似有啲類似跡嘅嘢，都唔知係咪血添啦。其實你有時喺個車裡面嗰啲皮啊，你根本見到可能一笪笪嘢都唔知係咪。可能係啲人嘔嗰個跡都唔出奇啊。係啊，即係都係估計嘅啫。咁但係當有即係化驗啊，化驗師嚟到即係再 check 嘅時候，發現喂唔少嘢喎，成架車啲窿窿罅罅咁多血。一定是有問題的了，之前一定是發生過一些很不尋常的事，而這個疑犯竟然也是超快地就認了罪，
咁啊，呢家翻嚟咧，我都想再問一下咧。其實當時咧，即係點解佢咁快認罪嘅咧？我都係想想了解一下。我哋翻嚟繼續講呢一單龍鼓灘相思案。轉頭睇佢點自爆。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这里是东头湾道99号。